respected elder brothers， 尊敬的年长的兄弟姐妹们，以及马德吉对你特别的问候。I always describe her as my mother ji。我时常形容您作为我的母亲。Because I think a selfish reason。出于自私的理由，因为她非常喜欢我，所以我叫她是我的母亲。And then, yeah, number of my long 在场有看到了许多我的长时的好朋友、老朋友们。I can't remember each person's name。我虽然没有办法记起你们每一位的名字，可是你们的脸都已经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非常的明显。所以当我遇见你们，我马上就会记得你们的脸部的变化为何。因为随着年纪的不同，所以你们的脸部也会有所改变。我的一些朋友跟我说，我的朋友如果脸部的变化很大的话，我就会知道说，哦，他们年纪真的变大了。这时候又会提醒我，我的年纪也大了。可是更重要的是，我的这一生必须要成为有意义的一生呢。佛教徒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On that basis， 基于这一个观点，你们可以好好的去实践，修行这个如来藏，让如来藏能够早日成熟。那这个让如来藏早日发起唤醒的这个方法呢，实践的方法就是了知真相。像是了知量子力学的真相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每一天都会思维空性的内容。在思维空性的时候，我就会引用量子物理专家他们的观点。因为他们量子力学的专家他会说，物理呈现出来的表象和物理存在的真相是有很大的差异的。这一种表象和真相的差异，这个就是龙树和吴卓他们所说的二谛的差异。因为表象和真相的不同，因为我们内在的负面情绪或破坏性情绪都是基于表象而产生的。所以对此最好的对治力就是了知真相为何，才能够去除对表象上的执着。Then there's one. Another is altruism. 那所以我每天修行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刚刚所说的，这是一。第二就是菩提心。无论是佛教徒，或者是非佛教徒，或者是宗教信仰者或没有宗教信仰者，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生命体，都希望爱和被爱，都有慈悲心的种子。有了爱和被爱的话，他们会更加的幸福。就像狗，我们对它越好，或者是它本身越友善的话，它的周边就有很多的朋友。如果你这只狗的个性是一直吠叫的话，或者跟别人打架的话，你最后只能让自己成为孤零零的一只狗而已。我们人类是群居动物，所以现在科学家们也证实了人类的天性是更为善良的。其原因是因为我们是群居动物，所以我们的天性是更为善良的，更为慈悲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主流宗教都一致地说到了爱
和慈悲的价值，传达这方面的讯息。所以即便我们有不同的哲学立场，所传递的消息却是一样的，这是相同的讯息。所以这些主流的宗教，世界主流的宗教，因为传递了相同的讯息，所以我们更要相互的尊重，和谐相处。宗教和谐是很重要的。无论你称伦理也好，道德观也好，我们的生存是需要依赖所在的这一个社区才有办法生存下来的。所以今天是悼念 Raja Krishna 的一天。1956年的时候，我来到了印度，来参与佛陀的一个纪念日，是由印度政府所举办的、主办的。那时候的筹备会员之一就是 Raja Krishna。 我一直跟印度人讲，印度必须要学习古印度的知识。今天的印度，从某种程度来讲的话，我们过度的关注物质发展的生活，那其原因是因为我们接受了物质发展为主的教育。所以今天的印度需要更多的关注古印度的知识，让我们如实的了解如何去除对峙内在的负面情绪。所以已经有上千年的古印度的传统，就是 Ahimsa 和 Garuna， 非暴力和慈悲心，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内在的负面情绪。所以印度绝对有能力和潜能，结合现代的教育以及古印度的知识。古印度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内在的负面情绪，所以 Raja Krishna 他就是我们最好的典范。他完全接受过现代的教育，在英国的牛津大学接受了教育，而且他在这个同时也学习过古印度的知识，学习过古印度的文明。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引用一些梵文的寄送文，而且他的就是唱腔还非常美妙。在这个同时，请允许我这么说的话，当 Raja Krishna 在引用中论的一些寄送文的时候，他是引用梵文，用梵文来唱诵的嘛。那时候我觉得，说不定我比他更了解中观根本会论所引用的这个寄送文的内容，因为我们花很长年的时间来学习。What we respect, admire, you see his. 一方面，我非常的尊敬他，因为他是以梵文很美妙的唱诵中论。但是内心的一方面，因为我们花很多年的时间来去学习，而且每一天去实践这些的内容，所以我内心的某一深处会觉得我比他更了解。他就是最好的典范，为我们呈现出现代的印度教育可以结合古印度的知识。因为古印度的传统，良好传统 Ahimsa 和 Garuna， 非暴力和慈悲心本来就有的，而且古印度的文明里面又说到了 Samatha 和 Vipassana。 Vipassana 指的就是
叫我们对真相的反复观察。这一种的传统是非常与众不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非暴力和慈悲心是今天世界急迫需要的两大内容。如果没有慈悲心，我们就会有暴力的行为就会发生。上一个世纪我们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之前在欧洲的内部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战争，而且今天我们还有战争呢。更糟糕的是，因由宗教的借口互相的冲突，像是什叶派和逊尼派，或者在缅甸里面回教和佛教徒，亦由宗教的名义和借口而相互的杀害，这是无法理解的、无法想象的、不应该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主流宗教都一致传递了爱和慈悲的讯息，岂能相互的伤害呢？所以今天的世界真的急迫需要非暴力，非暴力，而且这个非暴力必须要结合慈悲心呢。所以我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去帮助人类的社会。那我能够做的贡献呢，就是推动人类一体性的概念。因为每一个人都想要幸福快乐的生活，每一个人都不想要痛苦不幸福，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想要宁静。所以这一些的解药，这一些的对治力，其实我们从一出生起就已经有了这个解药的能力了。就像我刚刚所说的，科学家已经证实了人类的天性是更为善良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关注我们最原始的善良的本性、内在的价值。因为你的内心越加的慈悲，真的这么做的话，你就会更容易的宽恕他人，会更有自信。而且真正的慈悲心，它能够延伸到我们所谓的仇敌，会打从心里面的尊重、珍惜他人，这才是真正的慈悲心。如果你的慈悲心只能延伸到自己的亲友的话，我觉得这种的慈悲心应该叫贪着。真正的慈悲是远离贪着的，所以才能够延伸到自己的仇敌。我们的仇敌他也是人类的兄弟姐妹，他也有权利追求幸福，因为他们的畏惧，因为他们的愤怒，因为他们的嫉妒，所以而形成了我讨厌的这种现象。所以你不应该把重点摆在这些讨厌的现象而愤怒，你应该把重点摆在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是想要利苦得乐，即便他做了这些讨厌的做法，但是你应该要更怜悯他才对，因为他想要离苦得乐。就像吉天菩萨所说的，你的仇敌就是你最好的善知识，的确是如此。所以印度的推动的一个传统呢，是遵循世俗推动的传统，这是非常好的。我们有讲到信仰，可在推动信仰的时候可以采用世俗的方式推动。最主要的是我们都是人，我们必须要人类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概念，因为有了这个概念的话，我们才会打从心里面的为70亿人类的福祉而着想。这一种的思维必须要有。
所以我的第一个使命就是推动这些的价值观。1959年的时候，我来到了马苏里，我在马苏里待一年。1960年的时候，我来到这里，印度政府帮我准备了这个地方。Gaurabant 是1956年就很好的朋友了，他跟我说有一个 ashram， 有一个地方住所，可以从高原和俯瞰，会有很好的这个视野，所以他说你住在这个 ashram 的住所的话，那你会看得更远，因为你的视野更好。那时候我觉得他只是说说而已，确实过去的60年的时间，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跟我表达爱和慈悲的重要，还有很多的学者也来看我，很多的科学家他们也表达了对于我的思维的一种关注，还有佛教的哲学。我觉得佛教的哲学应该把它编类为现代的教育的元素，而不应该把它视为是宗教的元素。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非常欢喜或者关注我的一些思维，所以这些真的都是缘起 Pardit Samubad， 都是相互依赖而受到相互影响而有的。现代的科学非常关注对于物理还有外在物质的一种发展上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到高度的一个研究了，可是对内在的研究呢，并没有到这种高度的水准。因为过去科学家他们相信除了人脑以外没有所谓的心事，这种是不存在的 ，mind 是不存在的，他们不觉得这是存在的，而且也不去关注这方面的议题，他们只讲人脑而已。可是，在20世纪末，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现在正在关注，甚至有一些主张了第三因缘去影响到我们的人脑，这个呢就是心事，这个叫做 jit， 这个叫做 mind。所以有一些的科学家们他们正在着手研究调查心事的这一门学问，就像有一些修行者他们在冥想的一个状态下，他们会插管来去观察他的人脑的变化有什么不同，而且在死亡的时候临床证实他已经死亡了，可是他的身体却保持非常鲜活的状态，长达3周，甚至2周，甚至3周。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在莫斯科大学，有一些科学家们，他们也在好奇，为什么会有这种的现象产生。所以我们在跟他们合作下，在 Bangalore 的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研究的中心。那在南印度如果有僧人以这种方式往生，保持他的一个鲜活身体的话，他们就可以马上的去研究为什么会这种现象。而且 Wisconsin 大学的脑部的专家，著名的科学家 Richard Davidson， 那也是多年来一直在着手进行调查为什么会这种现象的一个科学家。所以不只是人脑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缘的确影响到我们的人脑。所以这个第三因缘是可以从人脑独立出来的独立因缘。所以这些古印度的知识，我觉得应该把它编列为
现代教育的元素，这个对我们内心宁静的建立有很有帮助。一旦内心平静的话，对我们身体健康也很有帮助。I met the local, I think, Himachal police. 若干日，我遇到了一个达拉姆萨拉的警察警官。这个警官跟我说，现在我们达拉姆萨拉有很多吸毒的问题。这些人之所以吸毒，就是因为他完全不去关注，也不知道内心的平静如何建立，所以他为了追求幸福，他只能想到以吸毒的方式来去追求幸福。所以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知道，现在在学校里面所接受的这个教育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入更多的元素，让学生们知道说，身体如何保持健康的同时，心灵的一个保健法。所以印度，你们已经有了这些的材料，你们已经有了这些的潜能，所以现在只是复兴你们古老的文化而已。所以 Rajakrishna 就是其中最好的一个典范。所以我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这一次的会议。我就不想多说了，因为太阳照在你们的头上，你们可能觉得很炎热，所以就不多说了，我停在这里，谢谢。Thank you, Your Holiness. We have lots of questions for you. Yes, some question. 尊者，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你。你们可以给我传纸条，或者是直接问问题都可以。先回答纸条的问题，之后再直接的问问题。那尊者说，你们问我的时候，你们可以挑战我。那我想要跟你们展现纳兰陀寺的学生的头脑是，有多好。如果你想要跟我辩论、争论的话，你就会知道我的头脑的程度。I want to start with a question from one of the youngest members of our audience, Tenzin Pasel. Tenzin Pasel 问你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最年轻的会员之一，他才五岁而已。他问：我们如何减少？我们如何停止这些工厂继续制造塑胶？而且如何拯救地球上的动物？的确，全球暖化这是非常严峻的问题。而且，许多的年轻人、学生们，他们真的非常担心全球暖化的问题。就像瑞典的那个小女孩，她做的就非常好。看似年轻的一代的思维更加的开放，有时候年纪大的人他就比较固执，一旦认定了就不容易改变。的确，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可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宣传，让人民唤起人民对此的关注和注意。我们要多多的透过文献或是新闻来去宣导，提供这个正确的观念，教育人民，而不是只是报道这个争议为何。我们需要更多的文献来去证实这些严峻的问题的严重性。所以透过这样一个途径来去对世人教育。那有关动物呢？保护动物呢？ Ahimsa 非暴力就是印度的良好传统。所以印度人很多人吃素，这是非常好的一点。
looks when I flying, it seems. 在这个同时，当我在坐飞机从天空看下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养牛场、畜牛场或者是猪场等。Road, we can see some chicken. 而且我会看到养鸡场。So now, India, in the name of more 所以 development, 以经济发展为理由，所以在印度里面越来越多的人吃肉了。所以我觉得你们需要好好的关注你们上千年的良好传统，就是吃素的传统。就以素食来讲的话，素食就是荤食而言，中国食物好吃多了，比印度食物好吃多了。可是就以素食来讲的话，印度的素食比中国的素食好吃多了。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小孩的问题，他这个来问题是来自 Professor Nirapala。To whom I bow down, I want to ask how to inculcate ethical values in children. 我们如何让小六岁到十六岁的小孩真正的学习到伦理的原则？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引用科学的佐证，因为科学已经证实了人类的天性是更为善良的。所以我们在很小的时候，我们的天真的反射出来的，反射出来的一个表现呢，就是我们喜欢，被微笑的面容，所关怀，而且我们从小就需要母乳，所以我们从小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爱和被爱的环境，所以这一种需要爱和被爱的一个天性，在小的时候是活生生的、完整的保留着。有一次在瑞士 Pathology 的这个地方，那边有巴勒斯坦的家庭，还有犹太教的家庭，他们可以作为邻居，这些小孩可以玩在一起，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这些小孩进入了学校，接受了现代教育之后，现代教育不跟我们强调人类的原始层面的这个天性，可是在小孩的本性里面是有的，这种天真纯洁的本性是有的。可是现代的教育将重点摆在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差异，不同的国籍的差异。对此我是严肃批判的，因为我们现代的教育体制过多的关注物质的发展，就以如何教育内心宁静的一个议题上是远远不足的。所以从一出生起，我们爱和慈悲心的天性本来就有了，而且它是保存非常的良好，可是进入了教育之后，这个原本天真的本性却被覆盖了，我们却把重心转移到不同的差异上。所以我们一定要透过科学的佐证的理由，回归到原本的这种真诚的本性，让世人们知道说慈悲的心、善良的心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可以延续我们内心的宁静，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很帮助。所以印度就有这方面的能力了，因为你们不是从 外来的这个国家引进这方面的知识，你们本来就拥有非暴力和慈悲心的传统。The question is, as a teacher who teaches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human values to engineering students,How can I motivate and convince them to transfer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to practice? 我作为一个教伦理的老师，我要如何让学生们能够真正的落实这个伦理的实践呢？在达姆萨拉，我们就跟达姆萨拉的这个公立学校，我们有
一起合作，研究如何去教育这些老师们。希望慢慢的，所有的印度都能够实施这样一个项目，来去教育老师，让老师们知道。并且关注内在的情绪，也就是我所谓的情绪的地图。对你们来讲，这是你们原本的就有的知识，我们只是需要复兴而已。The gap between the master and the follower. It's from Dr. Mohinder Singh. He says, "How do we bridge?" 师徒之间的鸿沟要如何解除 ？The gap between the master and the disciple, or the follower. The follower themselv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for study. 弟子就要好好的学习啊，徒弟就要好好的学习，就像。我对佛教徒们，我会这么说：我们佛教徒需要成为21世纪的佛教徒，不是只有靠信仰而学佛而已，而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不是这一回事，而是好好的学习大教典，什么叫做佛，什么叫做法。为此，我们要学习四圣谛，为了能够了解、彻底的了解四圣谛，你必须要了解。二谛的内容，以及就是圣义谛，以及世俗谛，或称名言谛。所以佛教徒，尤其是那兰陀寺的一个法脉继承者的佛教徒，我们更需要去了解每一个佛学的观点，它背后的理由为何。去做观察，佛陀也亲自对我们佛教徒说过：“比丘、愚智者，当善观我语，如念结摩经，信受非为净。不要无条件的接受我所说的话，你要先全盘的观察之后，觉得可行了，再来接受我所说的话，产生信仰。” Believer, among including Buddhist, 所以。佛教的信仰者需要好好的去学习，关注学习，不要以信仰为主。在信仰之前，你必须要以逻辑来去观察，即便是佛亲自所说的，我们要反复的去检视，为什么佛要这么说，背后的理由是什么。不要无条件的接受，说是的，是的。这是佛赐予我们的权利，就像我刚刚说的。所以学习那兰陀寺的这个体系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一个问号，这个问号要一直保持着，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深入的研究观察。所以有一些那兰陀寺的大学者们。他们也反驳了佛陀亲自所说的教言，因为这一派的教言，如果是如言可取的话，将会有违真理。那所以这些大学者们认为，佛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因材施教、善巧的引导而这么说的，并非是佛陀真正的本意，所以反驳了这类的佛陀亲自所说的教言。所以。在佛教典籍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心理学的内容、逻辑学的内容，还有哲学的内容，像这些的内容都是非常有用的。虽然即便他们一开始是来自佛教的典籍、佛教的文献，可是我们应该将其独立出来，编类为现代的教育元素，而不把它视为是一种宗教的元素。这个对我们人脑的成长还有身体的健康，还有世界的和平，以及个人内在的宁静，都很有帮助，来去建立和平的社会，最终能够达成世界和平。所以，要达成世界和平，就要改良我们现代的教育体制。在加入这些元素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谈前世后世，不需要谈解脱涅槃。
Your Holiness, we have two questions on sadhana or practice. One is from Adarsh in Dwarka. Adarsh Dwarka 问 If a person make his or her life compassionate and the mind stable,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similar. 如何保持稳定的慈悲心？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延续稳定的爱的能量？According my own experience, 根据我的经验，这些的议题并不会突然间就会获得成果的，要从小开始。I think 6-7 years old, I already started. 六七岁的时候，我就着手进行大教典的学习。So when I start to study, 当我学习的时候，这些的内容，大教典的内容是我非常不感兴趣的。我那时候非常的懒惰，我唯一想要做的呢，唯一有兴趣的呢，就是想要玩耍。后来慢慢的，我真正的对这些大教典的内容有兴趣了，因为我的生活变得更复杂，变得更多的挑战。所以那时候，我发现我所学的内容能够化解我内心的这些痛苦。所以我结合了我的生活跟大教典的内容，这样对我的来讲是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已经修行菩提心和空正见大约六七十年了，所以其结果是对我的内心有无止境的、无可计数的受用和帮助，让我的内心维持宁静的状态。所以我所修行的是菩提心，透过了菩提心、爱他心的修学，所以对我来讲，我看到任何的人、任何的生命体，对我而言都是珍惜的对象，都是正面的，产生正面的效应。如果你以自我为中心，随着爱我值而控制的话，你看到什么都会怀疑、猜忌、畏惧，所以最终你就会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所以自己的幸福与否，自己是幸福，是自己是否幸福，是要看自己的内心的心态。而且现在科学的佐证，我们更能够说服自己，有了这一颗慈悲心，我们更能够保持我们的幸福。所以这是我所修行的内容。我现在有三个问题是有关的，一个是来自 Matthew Cherish。How do you remain happy and smiling at all times? 如何维持每日的微笑和幸福？这难道是高正量的人才能够做到吗？第二个问题是 yes, okay. I have some special pill. 我有一些特别的药物，这个药物会给我微笑。As I mentioned earlier, you see, 如同我之前说的，首先，你的敌人，制造麻烦的那个人，他正在批评你的那个人，你觉得他就是你的老师。当你打从心里面的尊重他是你的老师的话，你就不会畏惧，你就不会嫉妒。而且你看到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你不会嫉妒，你会觉得他们做得很好，你会随喜他们。就像一些中国官方对我的批评，有时候我会更担心他们是否被愤怒所控制了，我会担心他们是否被畏惧所控制了。我不觉得我要对他们生气。一般而言，西藏人是蛮快乐的，蛮幸福的一个民族。Then those people who from Himalayan
而且来自喜马拉雅山区的这些村民们，一般而言，跟我们藏族的文化是相同的，不是吗？因为佛法的影响，从小起我们就听到如母有情众生，一切众生如同母亲般，所以视一切众生为自己的母亲，这是我们从小就听到的讯息，所以这些的知识非常接近我们的生活。当我们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我们就会从中获得好处。所以我个人为例，因为如母有情的观念，所以我坚信人类一体性，人类的一体性，所以我到哪里我都会觉得我所见的人都是同样的人，都是同样的兄弟姐妹。我蛮早起来的，大概三点半起来，一般我是这么，我是三点半起来的。那我淋浴之后，我就会出去走一圈。And then, you see, first saw the people, police. 一开始我看到的是警察。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这样子。那于是我就跟他们握手，于是我就跟他们开玩笑。So long, human face there. 只要有人类的这张脸，我们不需要透过官方或正式的介绍，无所谓他的职位为何，因为他只是就是人啊，他就是跟我一样是相同的人，所以我以人秉持人类一体性的概念原则下，我无论见到谁，看到谁，我深信我所见到的对象就是我的人类的兄弟姐妹，我就会能够很容易跟他们开玩笑，一起玩耍。那有些警察非常严肃的时候，我一开始会跟他微笑，那他们还是非常的严肃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做。Then they smile. 于是他们就会笑起来了。Like that. So, whenever I meet people, no barrier. 当我见到他人的时候，我觉得我跟他之间，没有违离，我们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一直想说我是西藏人，我是佛教徒，尤其是我这么想，我是达赖喇嘛尊者的话，我这么把这个重点摆在自己的身上的话，我只是让自己陷入在孤零零的一个状态下，我把自己独立出来。与其这样，还不如以人类一体性的原则，看到谁我就能够自然的微笑。Can you please share with us the ethics of living as a couple?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作为夫妻所应要坚持的伦理是什么？伦理是什么？我觉得双方男女双方都有责任呢。Sometimes I think in California, 在加州，有位基督宗教的老师。他会帮助，就是联姻嘛。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说到了结婚不要急，最好先相互认识，不应该只看外表，需要知道说他真正的人品是什么，深入的了解。当你所吸引的内容不只是他的外表，更是因为他人品的话，那双方才能够建立信任，才能够相互的尊重，那这时候再来结婚。我们双方都认同这个观点。
The inner value is more important. 内在的价值更为重要，比起外在的外表的漂亮更为重要。因为外表的话，你可以化妆嘛，可是内在，你充满了愤怒的话，那有什么用 ？Your Holiness, now there are some questions which are 有些问题是有关政治的，有点挑衅的感觉。您来到这边60年了，可是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发现到佛法哲学的教育却是往下坡走，为什么会这样子 ？I think, you see, they degenerate. I think Buddha Dharma. 佛法的衰退，还有其他宗教的法义。之所以会衰退的原因，是因为这些的信徒们把重点摆在如何建寺、如何盖庙，以及如何做法会上。所以，在达拉玛萨拉有很多哈鲁曼，就是猴神的寺庙。我不觉得猴神真的有能力能够去保护你、保护印度。我真的不觉得他有能力。Population of monkey. 我觉得在某一些地方，达拉玛萨拉也是如此，猴子的数量越来越多。那这些猴子应该是属于猴神的士兵。有时候这个猴子太多，也会有问题，因为它会拔花啊什么之类的。So India, I think, generally speaking.一般而言，印度并不把重点摆在法义为何的议题上面。我所谓的法义指的是非暴力和慈悲心。那我们非暴力和慈悲心变成了印度的文化，变成一种传统。但是当然，这个传统也会带来和祥的社会，这是没有错的。因为非暴力和慈悲心的这个良好传统，让印度人的个性更加的温和。可是这光是这点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更认真的、深入的去研究这些的议题，不应该把重心摆在怎么做法会啦、怎么做仪轨，这不是真正的修行。真正的修行是改变我们的情绪世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我们没有麦克风可以传递，所以我们还可以再继续问吗？今天的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暴力现象？为什么会有这些的现象？我们地球正朝向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前进呢？你觉得这个世界和平是可以做得到吗？我一直觉得现代的教育体制在今天的世界所实施的教育体制呢，受到西方的影响极大。我们看西方一开始有了独立的教育机构，那时候就是物质和心灵的平衡做得还不错。因为就以心灵的一个教育来讲的话，最主要是由修道寺、修道院来去负责的。那学校负责物质方面的一个知识，但是透过了工业革命之后，慢慢的建立了所谓的学校机构。那这个学校机构呢，所教学的内容就是物质的发展上，像是科学、科技等的内容。Since the very education
现代的教育体制，因为一开始起源于物质发展的关注上，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缺陷了。他们在现代的教育体制里面，并没有加入内心的负面情绪要如何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入心理学的内容。加入心理学的内容，与此的同时，不是叫人家要有宗教信仰，不是这一回事的。所以当我们建立了一个健全的教育体制之后，下一代的人们透过了这样一个教育学制的一个洗涤下，他绝对会产生不同的下一代。所以他的关注点就不会只有在物质发展，更是内心的健全。所以以印度而言， Ahimsa 和 Garuna 非暴力和慈悲心是必须要以现代的学校、当今的学校来去学习的内容、强调的内容。所以印度需要这方面的革命。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现代的教育界需要一个很大的革命。所以我的最新的使命就是复兴古印度的知识于印度的教育界里面，因为只有印度才能够结合当今的教育及古印度的知识。当今的教育帮助我们提升物质的发展，古印度的知识可以提升我们心灵的发展。我们不应该把心灵的发展视为是宗教的议题，应该把它视为是现代教育的重要元素之一。还有两三个问题是有关宗教，为什么宗教会形成不和谐的状态，甚至于暴力的状态？我尊重所有的主流宗教，因为我致力推动宗教之间的和谐。像印度就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的宗教和谐、祥和的现象，所以印度拥有上亿的人，可是宗教和谐却保留的这个良好的传统保留的非常好。这个社会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的时候，那在这个社会社区里面的百姓们，他们就能够接受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如果你的生长的国家或者你生长的社区只有一个宗教的话，那你的习惯上就容易接受一个真谛、一个宗教而已。可是我们现在改善我们的观点，我们必须要有多元宗教的概念。那印度人在这个大环境里面，一开始就比较容易接受多元化的宗教。可是有一些回教国家，那他们当地的人民，因为他成长的一个背景下，他只有一个宗教信仰，所以他比较容易接受一个真谛、一个宗教。穆罕默德还有穆罕默德，还有他的孩子，还有他的亲眷等，那时候就已经有所谓的，以剑拔弩张的这一种相互的冲突。可是，在这个印度的国家，一开始，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成长的缘故，所以他们就有不同真谛、不同宗教的一个概念了。所以在这个国家，我从来没有听过什叶派和逊尼派会依由宗教的借口而相互的杀戮。那如果你的成长的国家只有单一宗教的话，更容易的会走向偏执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唯一能够解决这种的窘境呢，就是多多的接触其他的国家。什么叫做好的生活？我们不谈人脑的话，好吃的食物
好穿的衣服，以及睡个好觉。And then, oh yes, so then good companion. Okay. 以及好的朋友。So, 好的友伴。可是我们有这个超凡的人脑。Simply, as a physical comfort. 光是生理的舒适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满足这一颗超凡的人脑。所以我们需要足够的知识来去让自己知道如何建立内心的平静，尤其是内心的这种干扰情绪产生的时候，我们需要足够的知识资源来去让自己去面对这些负面的情绪。那这个古印度的知识就有非常丰富的资源教导我们，那不只是要知道以外，还要去实践于生活当中。所以你们印度人，今天的印度人必须要多多的关注古印度的知识。我们光是讲非暴力慈悲心 Ahimsa Karuna 是不够的，而是要深层的深入的去研究学习，进而让我们知道情绪世界的完整的认知。为此，量子物理的学习也很重要。Thank you, Your Holiness. I just want to read out two comments. They're not questions. The first is, thank you for answering my question before I could ask it. And another comment, from somebody called Warsaw.有个人说，非常的感谢尊者，你的问题已经解答我想发问的问题。Eternity, forever, keep well, keep warm. That's a message for you. 所以希望您内心的这个永恒的平静能够一直延续下去。Yes. What happened? My love and all our love. This is all I can give you. Love, love. 这是我唯一能够给你的，就是爱，爱，爱。这是这世界上最好的词汇。Warsaw, by the way, is a city. It's the capital of a country called Poland. Of course. Thank you, Your Holiness.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I'm stupid, I know, but I love you so much, and my friends here. 我不聪明。但是我跟我的朋友非常爱你。May I, So basically, you see, altruism. 爱他主义。Or secular way, besides religion, altruism is a source of. 我们不需要以宗教的角度去诠释。Human society. 爱他主义是我们幸福的根源，而且是人类社会急需的内容。根据古印度的传统，我们有说到生生世世的轮转没有开始，那生生世的轮转靠的是你们所谓的 Atma 我。那我们佛教徒说到了非常细微的意识序流，每一个存在的事物都有它的一个前因，之前的因缘助缘和主因，所以意识、心识的存在，必须要它之前的相同类别的主因。Substantial cause. Similarly, particle. 所以像是粒子来讲的话，它的主因必须要粒子，所以心识的主因也必须要跟它具有相同属性的。As a substantial cause, like that. 主因。So therefore, then particle also. 所以像是物理来讲的话，整个银河系都是来自极小的粒子的结合吗？在银河系还没有形成之前，我们佛教徒称这个很细微的粒子叫做虚空。的这个围城，或称空城，
所以同样的心事的前因又可以分主因和助缘两者里面，它的主因必须要来自心法心事。The consciousness there, so there must be previous continuation of consciousness. 所以心事之前必须要前心事，前心事之前它也是有主因呢，所以要前前心事。I used to ask some scientists. 有时候我问一些科学家们。Because of conception, right? Time conception, the mother's egg.光是父精母血，当然父精母血的条件是不受任何的缺陷，非常的健康。这父精母血的结合，一定会产生意识吗？有些科学家回答说不一定。父精母血的结合，不一定。这两者的结合，健康的父精母血的结合，不一定会产生心事，产生意识。所以代表这必须要第三个因缘呢。科学家们并没有发现到这个第三的因缘是什么。可是我们佛教的典籍已经说到了，因为有之前心事的续流，结合了由业风的力量，将前世所延续下来的心事的续流，结合到今世的父精母血之后，这个最细微的心事融入到父精母血，而形成了生命体。这个细微的心事是没有开始，外在的物质像是粒子它也没有开始，它可以一直往前追溯。同样的最细微的光明心心事来讲的话，它也是没有开始。这个就是我们会再生的原因呢。 idea of Atma， 所以我们不讲 Atma 我来去轮转。确实有些人可以想起前世发生的一切，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主张前后世的轮转呢。因为前世的身体不会带到后世嘛，必须有一个连接前世后世啊。所以有一派的印度传统就说到了，我能够远离身体，那这个我是独立出来的个体，它连接前世到后世。可是根据佛教的观点来讲的话，我们否定了这一种独立出来的我，而是说到了最细微的心事的续流，它没有开始，没有止境，这个就是轮转的原因呢，主因。古印度的这些哲学立场上有很多的争论，对于有没有我 Atma 上有很多的争议。当我们在形容我的时候，什么叫做我？昨天我在说，有一次我跟群众见面的时候，我遇到一位年老的妇女，她说她很焦虑。于是我就问她说：“那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焦虑的你在哪里？”她说在胸口这边。于是我再继续问说：“她的形状是什么？是圆形的呢？焦虑的你是圆的呢，还是正方的呢？”她说是圆形的。But this also, you see, lot of investigation。佛学的专家们，他们对于我是否存在上做了很深入的研究。Basically, you see, self is just a mere 我只是很单纯的因为有身心而被施设而有，仅此而已。Dependent
所以每一个存在的事物都是互相依赖而有的，并没有独立自主的个体。所以佛教的一个不共观点就是 Bodhisattva， 观待而有，缘起而有。这个就是龙树大学士的观点，量子物理也是这么说的。